C2C 兒童工團嘅 Yvonne， 今日嚟到灣仔參加呢個義務工作發展局嘅一個義工分享會啦。咁今好開心可以訪問到我哋今日第一次做領隊嘅 Cecilia， 等佢同我哋分享下今日嘅心得啊！唔該曬 Yvonne 嘅，今日啦係我第一次咧做 C2 活動嘅領隊，咁同平日可能做司儀啊，或者可能某一個特定嘅崗位嗰方面有啲唔同。今次我嘅得著係非常之多嘅，可以全面咁去到了解曬成個活動嘅流程啦，同埋最緊要就係講緊話喺活動事前嘅準備都要做得非常之充足，點樣同每一個崗位嘅朋友要做一啲 briefing 啊，要話俾佢哋聽今日哦佢哋要負責嘅工作要做啲乜嘢，就希望令到佢哋全面了解咗今日佢哋嘅工作做乜，咁就令到个活动更加流畅嘅。咁今日我非常之唔该晒咁多位朋友嘅帮助嘅，咁我今日都学到好多嘢。咁Yvonne都努力加油，多谢。好。